Yo, what's up? This is Park, aka Wei Shujin. I'm the director of the Striding Into the Wind. Hello everyone from Pandan's Film Festival, 城城电影，光华电影节。I'm still in Xinjiang right now. Many thanks to Robert and Xiao Xian to invite me recording this QA. So let's go get it.剧本其实我很快就完成了分场大纲，因为它来源于我真实的一段大学时间的经历。后来我又找了联合编剧，我们共同修改，然后把很多我的经历拿掉，然后加了一些新的东西。因为其实我经历在里面，有的时候无法判断它是不是更符合我们的主题，我也不能把我的经历全都放到这个电影里面，所以我们陆续又改了大概有半年多的剧本吧，直到开机其实一直都有微调。然后最后我们就是一场戏一场戏的这样去聊，就是有的时候会排演，虽然在拍摄的时候还会重新比如说改台词，或者是有新的情节加入进来，但是我们剧本其实做了很久。去电影节我觉得也对我来说是鼓励更多吧，尤其是第一次去戛纳电影节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或多或少都需要这样的声音，那它又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看到别的好作品，我觉得是好事儿。但是拍电影不是为了电影节，至少我不是这样子，所以比如说去了几次电影节我也觉得还好啊，我觉得能有一个好的平台给大家展示就是很好的，但是不能为了去电影节拍电影。坦白讲，我觉得就是因为青春是有共性的，我觉得无论在什么背景什么文化，那一个特殊时期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能明白。另外可能我看的很多欧洲的电影比较多，然后我也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壁垒，我对观众海外观众没有特别大的预期，因为最早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拍的时候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其实全世界各地的人看这个电影，我觉得共同的点其实还挺多的，就是大家不会因为它是一个北京的故事而感到很陌生。对，而且我不想把它做成一种文化猎奇的电影。我的摄影师其实就是我觉得是我们共同在创作的关系，它不是一个纯粹等待指令的这样一个职位。那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在开始一个剧本的讨论之前，就一部电影具体的讨论之前，这个缆车晃的，必须要让我们通透一下我们彼此的电影观念。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大家是不是一个前提下去看待电影的。我觉得如果这个达成了，我剩下的我觉得反倒是更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以野马分鬃的摄影师为例，我们一直在讨论我们的电影。在写剧本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住在我家里面，所以我们生活上也是很了解彼此，包括彼此的观念，对生活，对个人，对自己的看法。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合作，或者我们如何形成一种默契。这个关于骚扰这个问题，我觉得那恰恰是我觉得揭发了这一幕嘛，就是我觉得需要更多的平权去保护女性在不同的职业背景下的这种处境，我觉得是对的呀。物化女性，我们那个角色没有物化呀，我觉得她就想挣钱，带她爸爸去旅游玩一趟，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找到工作，她哪里物化了？她又不是说要天天买奢侈品，追求爱慕虚荣。其实我觉得爱慕虚荣也没什么的呀，也是很正常的呀，只是不推荐而已，对不对？所以观众怎么看待电影，我觉得是观众的独特的体验，他要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体验去领悟它，是完全属于个人的行为创造者无权也无需干涉这件事情。没有建议，
完全没有建议。Just do the right thing, right? 再次谢谢大家，谢谢所有Venice Film Festival 的朋友，还有谢谢程程电影的朋友。谢谢你们看我们的电影。Peace out.